而为言绝，其实子丧而大欲乖，其性然乎？汉如明于训诂典章，宋如明于释法义理，皆各有功。后来而于圣言之量未尽也。明偶义大师以佛之见为四书解，而佛如始通，为言始显，真解也，一元解也。四书解者，一论语典经，二中庸直指，三大学直指，四孟子则汝，则汝亡于兵险，其哉？于是印光法师汲取前之三种，续印而流通之，不会以论语理深与简，佛法广大精微，学者未易之也。于偶师所谓即未详者，更为补助以明之。夫典经则原照之体相用全矣，今所补者，但东云一林，西云一爪之夫云耳。或曰：诸子及著无取乎？曰：焉得无取？诸子及著，阐世间一理者也，可施也。其采实贤之说，毁佛正法，使人不悟本来佛性，不信因果轮回，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成，小人魔所忌惮，佛教衰而儒教一息，此天下大乱所由生也，不可从也。诸子去经千年矣，其经尽当不可思议，岂上居莽时成见乎？偶失此解，开出世光明者也，而不离世间法，使人乐之本来佛性，深信因果轮回，敦伦而敬分，畏恶而谦善，涤染而修净，佛教昌而儒教易显，非但天下大智所由始，而亦作佛菩萨圣贤自度度他，必九塞得通，九苦得乐之精良也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闻世间超世间不二之法尤难，学者其尽受之哉？民国23年甲戌季春阳复居士江谦景树。